小儿下山来、啊、碰见寡妇绕道走，还嫌他家不够晦气是吗？要赖啊，就赖你没个男人。我是男人，我有力气，我保证我会对你好的。你要对你说的话负责任，你别在我家院子里吵。好了，你看见你哥没有？你哥不见了。我可以出去挣钱。所以让我问一下，你最近有没有啥困难？我家没困难，没事少来。解决啥呢？哼，我看是解决个人问题呢吧。哪条法律规定光棍不可以和寡妇在一起过日子？答应我，不要改嫁。就凭你相信我，真的没啥错，我会对你好。哪个人，哪个公民有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？爸。